接下来呢，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关于这个身体的系列，因为我相信，很多女孩子最在意的是自己的一个身体。这个呢，其实就是所谓的入浴剂哦，就是你泡澡的时候呢，可以撒在你的这个浴缸里面哦。大家我看到上面有写脂肪分解酵素，这个顾名思义呢，就是当你呢泡完这个沐浴剂之后呢，它其实可以让你这个脂肪得到很好的一个代谢，会加速你这个血液循环，然后让你这个汗水呢排除会比较快速一点。所以另外像这个也是，那其实呢都一样有具有这个脂肪分解的这个效果。但要提醒大家，这是要长时间使用，你不可能说你泡一次起来就瘦啊，当然不可能。但还是要建议大家呢，要配合这个饮食啊，还有配合这个运动习惯，这样子才可以让我们的体型越来越纤瘦。那另外这个呢，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一点，一个泡澡，所以它做成是一个钱币的样子，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一张美金，所以它其实拿出来就是一张像这个一张美金的纸钞一样，它其实是肥皂，所以其实我当我这样捏在手上的时候，它其实稍微一开始有点慢慢在融化，最后我觉得它非常非常有趣，所以当你洗澡的时候呢，就把它放到水里面去，它这一张呢就会完全的融化，然后稍微搓揉一下呢，就有一些泡泡可以产生出来哦。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产品呢，其实非常适合啊。譬如说，有些小孩子非常不喜欢洗澡，就可以用一些呢比较有趣的这种洗澡的这种产品，可以增加他洗澡的乐趣。接下来呢，要介绍给大家呢，就是这个发妆的一些产品。因为以往呢，大家使用的这个美发这个产品呢，都是像发蜡啦，还有发胶啦，或是啫喱啦。那这种呢，这个发雾呢，是目前在日本首创的。你只要在你头发稍微喷几下之后呢，轻轻的抓完之后呢，它除了有塑形的效果之外呢，也有这个定型液的这个效果。那当然也要建议大家，因为它有三款颜色，所以你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头发的软硬度，还有自己头发的长度去做一个选择。另外一个呢，要为大家介绍呢，就是我手上的这个非常可爱，对不对？这种呢就是定型式的这种发蜡的设计。我今年开始呢，也有女生的像这样子的，还有其他像蓝色啦、咖啡色啦、黄色。它上面这种颜色，它都会出现在这个瓶子上面，它的设计呢非常非常可爱。重点是呢，因为它这个呢携带很方便，那这种使用完之后呢，你可以再把自己原本比较大包装的这里面的发蜡呢，再把它挖进去里面，这样子呢，你以后出差啦或者出去旅游的时候呢，你就只需要带着这种小包装的出门就可以了。以上呢就是今天呢为大家呢介绍的这些日韩超热卖的一些美妆新品。那可是也要再次跟所有这个网友再次呼吁一下，因为毕竟所有这个美妆产品呢不一定都适合每一个人，所以呢请大家呢在选购这些产品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先想好呢自己的需求，还有适不适合你自己的肤质啊或是发质也好，这样子呢才能够让这些产品呢发挥到它们最大的功效。